毛秉泽，你怎么着？你是多喝水，让你妈让你啊，都自己记住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毛秉泽在喝水。你干啥来了？又聊天来了？这我还有。哎呀，这有地方可书包啊！嘿嘿嘿，这有地方可。怎么样 Kevin？ 哎，喝药，你妈不让你喝药吗？嗯，你聊一会儿呗。OK， 我喝口水去，我冒汗了都。哎，先都吃一个。我觉得千玺哥哥你这一次都不错。欢迎加入我们球队。好好表现啊！恭喜你加入我们战队，加油！